天，蓬莱仙岛八大贤，下凡普渡众生子。上好的就是我这张哥的老神仙，在下就是张哥了。当初时间，地基城地界，以前啊，才有双人共一去升天一道，两个人就安尼飞嚟普渡去啊，去到蓬莱仙岛。看我这两个师兄，我排在第三名，那彩儿排在第四名。我蓬莱仙岛好不容易发生会当一坐啊，但有一个规矩，每30年一摆，还有一个新鲜下凡普渡众生。啊，今年都轮到我啊，妖仙啊，今年轮到我落来啊。啊！你老人讲的用用啊，来看这寒干地有怎样无？哎呦呀！看到到地真恐怖呢，头前地界，怨气真重，迄个毋是安尼死的，我去看到一个我熟悉的物件。我老，啊，这老都气人了。这敢不是传人经？哎，阮六师弟啊，就是当兵爷啊，啊，若无代无真正排伫咧寒干地，哎呦，天崩地覆，同小可呢，迄若排咧到咧山东地窑咧，又过武功咧，哎呦，做个你来甲看咧，应该，即马准备下凡，来去看说到底，这天崩地是甚物人排出来的？来去。